下边腹部这部分呢，啊，可以一次啊接染，也可以两次分染。分染的时候就是说，接这个赭木啊染一次，等干了呢，拿白粉从外边往里迎的再染一次啊。如果要两支笔呢，另外一支笔，比如说有啊白粉，一块接也可以啊。这样呢，我就等干了啊，我们再单墨再沾染一次啊，分两次染比较也比较从容一点。接染呢也快啊，容易出效果。现在染在背部的，我们要准备两个颜色，一个花青白粉啊，一个赭木啊。这是白粉啊，我们加一点花青。这样两支笔啊，一支笔是啊赭木啊，一支笔花青粉啊，还要准备这支笔啊白笔啊，帮着接染啊。